예, 무슬림들 잘 지내. 大家好，我是兔家兔家。今天在台北大清真寺，因为是你们知道这个月穆斯林的斋戒月，你们知道斋戒是每个穆斯林的一年一次一个月的一个作礼。那斋戒是什么时候开始？斋戒早上太阳出来到晚上太阳下山的时间大概15个16个小时，我们不吃不喝东西。很多人问我很难吗？其实我习惯了，我觉得没有很难。还有我们这样的话更了解，没有吃东西的人的生活，没有喝水的人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更知道，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办？还有你们看我的后面有台北清真寺，我为什么来这里？因为是我来这里拍一段影片。这个三年在台北清真寺没有开斋饭，因为是 COVID-19 的关系。可是今年有，今年很多穆斯林的朋友，我们一起等一下会吃饭。等一下6:20，我们开始吃东西。我真的很饿，我想要喝水。可是先我们吃一点点之后，昨礼拜再去我们吃东西。这边有很多穆斯林的朋友们，他们自贡，他们想要自己来这里帮忙。有机会的话，我也来这里帮忙。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很多国家、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一起吃、一起喝。等一下我拍给你们看。谁不会斋戒？我跟你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小朋友们不会，有生病的话不会。还有一个女生月经来的话不会，所以这种的话你们不会斋戒，可是其他的事情你们需要斋戒。这个是我觉得每个穆斯林的很特别的一个月，我超喜欢这个月。我比较怎么说，感觉开心的，比较轻松的。等一下跟你们分享里面的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一起吃饭的那个特别的事情。Bana da az koy.刚刚我们吃饭了，我真的很开心。里面是15、16个小时没有吃东西，没有喝饮料，所以我刚刚吃很快。我现在想要睡觉。今天斋戒的关系，我当然是有一点累，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很多人说没有很渴吗？我觉得还 OK 的，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这个感觉是真的很不错。还有三年之后，现在疫情结束了 ，COVID-19 结束了，所以我们很方便，很多人各国的很多朋友们一起开斋饭，我真的很开心。如果你们也喜欢这个影片的话，你们可以订阅 Best of Taiwan， 还有你们可以分享这个影片吗？拜托分享，我很喜欢你们，我很喜欢台湾老台湾，拜拜。